这个大胡子一个大逼斗下去，对面的精神小伙瞬间进入了梦乡。大胡子名叫瓦西里，他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巴掌格斗大神，但你要是认为他只会大逼斗，那你就错了。以下是他所参加的裸拳格斗赛，这威力十足的俄式滚肩大摆拳，就连泰森见了都直呼牛逼。就连另外一位体重比他更大的超级胖子也被他抡倒。